你不应该干嘛？我不应该再喝酒。你现在还想哭一会儿吗？妈妈，你拜托我吧。你吃饭为什么一直要用脚蹬桌子呢？这样是很不好的习惯，知道吗？带鱼，小丸子，好吃呀。菜心，菜，玉米时蔬，紫薯，米饭。想到什么吗？那为什么不带豆豆呀？哦，大家都关心的豆豆带上了。开动了。鱼大，啊、带鱼。妈妈，难道带鱼有刺吗？没有啊，我都说过了，带鱼火速下线。你像一个小企鹅一样。爸爸为什么像小企鹅呀？因为小企鹅好胖的。妈妈是真的忍不住了。爸爸很胖吗？小企鹅很胖。拐弯抹角的损爸爸。狗家要出海苔。肉松。谢谢妈妈。海苔。搞定收工。谢谢妈妈。